少闻名的萧敬腾应邀到《命中注定我爱你》客串演出一个菜鸟兽医，虽然戏份不是很多，但台词却有100多个字，让前一天拿到剧本的萧敬腾紧张不已，隔天早早就向剧组报道。好，预备，起！今宵你的心，哎，我们有戏，我们没拿到 CD 啊，我们现场就有歌，一直在拍戏。好了，我们欢迎他了，我们欢迎他了。我们这个 team 呢，是晚上是个乱七八糟的 team， 所以你不要太紧张，放松哈。导演特别有交代啦，就是说今天会特别留下8个小时。哎，乱讲的啦。不会啊，你先，明天休息一下。好，因为像王建民刚刚被得分，我们还在平复心情。听了导演的话，萧敬腾放下心中的大石，整个人轻松不少。趁着剧组专心看王建民打球的空档，自己在外头和宣传人员蕊台词，揣摩角色。满月之后，我们还会分送红蛋蜜月礼盒，并聘请专业的健身教练。专业的健身教练帮助产妇迅速恢复身材。导演刚好要我们的剧组最好，对，你看我们要慢一点，可以让你们大一点。可是我在配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你知道吗？你看我在自己在配，跳跳。哎，收音收音。为什么？我们会安排您的小狗住进皇家顶级奢华宠物坐月子中心，为期8个月的。然后呢？你的态度还是跟刚刚一样，你要收色一点，太色了。萧敬腾自创演法一直被工作人员吐槽，于是他一改再改，反复排练。看到第一次演戏的萧敬腾如此坐立难安，小天特别传授他过来人的心得。导演刚说那个拍戏不用紧张，因为我没乱演，没乱演，所以说用不他唱歌，用不他唱歌，但超快。那喜欢他唱歌吗？我比较喜欢他。你比较喜欢他？我比较喜欢他。主拦杨宗纬，我真的影响。我真的比较喜欢他，我那个听那个张惠妹的歌，我觉得超好听的，真的厉害。你有看他演戏吗？有啊有。好看吗？好看好看。你刚不我发给他很烂。哪有？在挑唆，要挑拨一点。不跟你计较，我看王建民再回到去。担心 NG 拖累进度的萧敬腾，其实台词早就背得滚瓜烂熟。尽管做好万全准备，但来到陌生的环境，又看到大批的媒体，原本拘谨的他就显得更加的腼腆。不过当天现场紧张的人好像不止他一个哦。今天来了好多媒体啊，连导演讲戏都有点颤抖，是吧？因为觉得导演好像今天不是很自在，对不对？导演怪怪的，我想有点做作。很多观众都对我们导演非常熟悉了，这时候看到导演这个表情，会觉得哎，矮妞，他跟平常不太一样，尴尬，很尴尬。那我们两个在后面干嘛呢？我跟奶奶，我跟董事长，我们两个在后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我们家，我不能站这吗？管他这场戏有没有我们两个出这就对了。哎，那么多媒体拍照，我柯子海。我们会为你 ，OK， 我们会为你的小狗。那这样，我会为你的小狗安排住进最顶级的。我们为你的小狗会最顶级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导演的音量。他平常叫我们哦，哇塞，吆喝的嘞，跟叫狗一样，那么有没有？今天有人来了，不一样了，很斯文又耐心。真的吗？我平常有很恶魔的感觉吗？他们都说我今天态度特别好。平常我可能都是丢剧本在演员脸上之类的，对，但是你不会啦，我肯定我是他的歌迷。好吧。小心疼。原来如此，碰上大明星光临，不止导演变了一个人，小天也难掩兴奋。而萧敬腾的表现也没让大家失望，为他量身定做的角色加上呆呆的黑框眼镜造型，让他一开口就散发莫名的喜感。你说，谢谢老板娘。看一下，谢谢的。怎么样了？帮你的小狗检查完毕，一切没问题的话。小天慢了，对不起。待着，哎，小天，笑死人了你！哎，不要这样嘛，不要这样。既然你看到了哈，所谓的大牌又怎么样呢？还不是第一个镜头就 NG， so what？ 我们会帮你们的小狗安排附近最顶级
时的宠物坐月子中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产后再次哭原本这个兽医他是要一个蛮市侩的那种兽医，然后要推销员形式的那种兽医，然后他就是要话讲很快，我们注意中心多好多好，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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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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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觉得如果用那样子方式拍的话，我们可能今天要拍到两点，大约两点左右，所以我就换了一个方式，找一个比较适合他，让他比较不会那么紧张的方式去做，我就让他慢慢讲慢慢讲。可是咨询师又赶着走，所以就是一个很急的，遇到一个慢郎中，就是要做这样一个火花。萧敬腾讲话慢条斯理的特色融入这个角色中实在有够搭，产生意外的效果，让导演非常满意。尤其他搞不清楚状况时，更让全场笑翻了。我现在就坐着在等哦，导演坐着等开始。来，小天，我就你进去哦。好，那先等就好。第一次毕业，刚毕业，然后第一次的 case 哦，有点紧张哦。来，好，来录，五、四、三、二。就是看你在等，你在等啊，再等他下来，三个，对，你就等就好，来再一个，所以讲呢，对，他有点紧张，因为第一次刚毕业，然后第一个 case， 其实你刚刚尴尬是导演要的，对，我就现在打个导演就好，就是让你尴尬的。我觉得敬腾很合适这个角色，就是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大男生，那我觉得这个跟他的角色，就是他的刚出社会刚毕业的兽医非常吻合。如果拿到新专辑，如果万一他还现场看真的啦，唱一下，可以啊，我们学一下，下次如果你还再来的话，我们就一起唱。有人形容害羞的萧敬腾碰到无厘头的命中剧组，就像误入丛林的小白兔。不过在导演和小天热情的鼓励协助下，萧敬腾的搞笑天分也慢慢被挖掘出来，表现渐入佳境。我们有产妇专属 SPA， 还有心理医生帮他对抗产后忧郁症。等一下，是这个。饮食有精准的去骨、花生、猪脚。给国产部补充胶质跟给国产部补充胶质跟乳汁，让妈妈可以不喂母乳，并迅速补充产后元气。哦，怪校长的，我想要捕捉出他，看有没有他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或者是很多会让人惊喜的一些表情，可以偷偷的捕捉一点点，放在这个戏里面。不快笑场，对啊，来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很好笑。萧敬腾的戏剧处女秀获得一致的肯定，重点是比预期早收工，更令他松了一口气。棒，播出的时候要看，好，会很有喜感，很好笑。你这种事情，我下次我一定唱给你听。真的，我再一个承诺，破十二我就唱。OK， 好，破十二你就唱他的歌。对，因为还好有大家帮忙，所以还好。比较轻松一点。我们这一集就是说主打这个，对，如果创新高的话，就算他，他就是他的，就你来扛，好不好？破纪录就你来扛了。以命中超旺的人气，再加上萧敬腾的爆笑助阵，相信收视再创新高，绝对是指日可待。完成了苏欣怡独家报道。